这间房间是谁住的？大人，就是阮今仔日拄入门的小少奶奶。哦。爸爸，找我聊餐厅，敢是几个人呀？就算我天皇的房间，我嘛要进去。是。聊天厅人嘞？什么聊天厅嘛？你别搞电视，人嘞？大人，我小小奶奶的房间内底无聊天厅啦。点点，白狗，嗨！哎，要不要去吃？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来看门道，好。小妹啊，你拄则有看到什么动静无？啊？真是拢无？这都几啊嘞？你来摸一只鸡公来过。哦，这只鸡公，嘿，秦翁啦。嗯，有无？阮客人有这种风俗哦。伊这鸡公吼，唔通定打去哦，定打去连伊的性命都会无。这水的姑娘，摸一只鸡公来睏，实在有够了然。是啊，咱这款的天年哦，人不如鸡啦。什么人不如鸡？啊？阿姊，啊，你唔是咧聊聊天钉，哪会甲香妹伫咧讲五四三的话？厝的吵甲乱糟糟。聊天顶是找有啊找无啊？亚妈开一声，我头早就已经甲伊讲过啊。聊天顶哪有可能伫阮家咧？一定是你看唔对去啦。我咧判断代志，伊也毋捌出过差错。你安尼讲话，对我是一贯侮辱，你知？哼！阮强家伫咧新竹地区是有名望的人，我的后生志远对日本来的医生，也是恁汉达厅长的特别医生啊。恁汉达厅长。对真气量，你安尼在乱闹，等于是侮辱，你知无？你安怎？脑袋有够开未？要若是无，明仔早起阮后生去甲汉达厅长讲啥，恁的日子就真歹过哦。歹势吼，三更半暝甲你叫醒，你好好啊叫睏，好好啊叫睏。阿舅啊，啊，我看你严苛一双，唔想神话啦，你哦，想离家远咧啦。志远，我是你阿舅呢，我食盐都比你食米较济，都敢着你甲我教的哦。你阿出去。啊啊，好啦好啦。像这样零高零风高风，温过够冻个，搭贵宾大家忝啊。我较早休困。老妹，啊，这鸡公有拍着惊去无？若无就好，咱来去。啊，不过细伊呢。娘，你妈妈走了，你出来了。妈妈，多谢你啊。表兄，咱家己人，你搁讲这款话？啊，对了。头拄我有听到一个阿婆啊，讲啥物因后生志远啊，迄是？迄个阿婆就是我的阿妈，阿志远就是我的大哥。啊对啦，就是恁大哥啦，讲啥物为日本啥物学啥物啥物医生啊？伊是医生啊。是医生啊。真好，真拄好是医生，安尼好。
阿娘即摆一心想要抱孙，连日本人讲走来咱家要掠条丁，伊嘛叫是讲想要要生后生的好吉兆。我是咧烦恼讲，万一我真正……你莫烦恼遐济啦，你甲我拢检查过啊，拢无问题啊，只是哦，查某的问题啦。 恁两个已经结婚八年啊，我拢无有生过，敢毋是恁检查时阵有啥物问题是？袂啦，嗯。志远，我明珠，有啥物代志要吞吞吐吐啊？我，嗯。你敢有感觉，羡慕伊食古锥？ 是啊，那呢？你有介意伊哦？嗯。假使讲我真正袂当生，啊是有一天你无爱我，你敢嘛敢羡慕伊？你是咧学袂讲啥呢？羡慕伊是我的新妇呢？你也无好心啦，新妇是新妇啊，这年头啥物代志拢真歹讲，无一定新妇哦。 到最后变细鱼，你笑死你！你搁笑啦！陈正老早，老早，你去医生看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不好认啊！ 老早，老早，阿妈，这面汤水我给你摕来啊啦。啊，你鸡肝有饲无？饲好啊。哎呦！阿妈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水哪会冷的啦？这我早时吼，拢是用烧水啊。是的啦，阿妈。 我即马随摕来去换吼，以后唔知影所在吼，问阿春啊，做代志都爱较细腻咧，较用心咧，这是恐吓，唔是你外家厝。是。等下，你只家工咧？你房间内底啊。以后家工吼，你行到倒来对到倒，一脚步都袂用离开。若是有啥物差错，你就用命来赔哦。 是。老早，早，我今早吼，你要八点啊，你大哥已经出去啊，今麦才会请安心。无啦，娘。 我是先去哄抬阿嬷，再来跟阿娘请安的啦。阿嬷，你莫惹阿嬷来阿婆，才打过入门尔，就想要爬起我头壳顶的心。无啦，娘，我唔敢啦。唔敢会上课啦。你也知影，你是我的媳妇，以后大家早时爬起，你爱先来哄抬我，然后再去哄抬你的阿嬷，知影无？ 是啦，这种规矩到我来教你，戆糟囡啦！哎呀，阿娘，什么代志啦？你不爱我是？你看你啦，从个锁把你给阿妈棍头顶安尼洗个龙龙洗，把伊个内是啥嘛？紧拍开呀！紧拍开啦！
戆，你阁毋是普通个戆呢？阿公先看，我就讲你几句话，看你这办事，你真委屈心。无啦，阿娘，我只是吼。好啊啦，免多讲啦。我甲平常店你袂支持嘞，房间扫扫嘞。我要甲阿娘、恁阿妈去庙里上香拜。是。小妹，你听好，以后你要奉待你的大哥的时阵，袂当伤我见伊的身躯，也袂当接目看伊。是。还佫有，以后恁大哥对你讲的逐句话，你拢爱甲我报告，知影无？这是规矩。我倒遐坐倒关呀，无人我甲家己卖啦。啊，恁大官的房间伫倒呀？哦，这间厝足大个呢，我找足久拢找无啊。啊，恁大官房间？就这间啊。啊，才拄仔好啊。啊，你找阮大官房间要创啥啦？大官不是做医生啊？医生落药啊，啊有药啊吼，就通治阮大伤啊。你看你到底甲讲？就你遐。阮大舅啊。阿表兄。哈。这药啊，敢有效啦？有啦，有好啦，有药就好啊，有药就好啊。哎，有关啊，日本你敢看有啦？有啊。哈？啊，你要摕迄个甜甜仔食哦？无紧啦，毋捌食过猪肉吼，无嘛看过猪颈咯。林彪兄，我吼台湾头台湾尾，我惊透透，常咧破病，常咧受伤吼。这种药我看过啦，唔是食消炎的吼，就筋络的，唔是筋络，不就筋骨的啦，拢会用的啦。啊，真正不要紧哦。你实在是哦。哎呦，彪兄！苦的，苦口良药，苦的就对啦。啊啊。哦。恁是哦，无办法走啊啦。安怎讲？我拄仔去灶骹，我就听阿父讲吼，迄日本仔将阮当咧厝前厝后拢顾掉安尼。啊，因佫讲吼，恁一定是秘伫阮厝内面啦。人拢走去倒啦？古少爷，哦，阿虎啊，嘿嘿，阿阮阿姊呢？哦，伊甲小奶奶吼去城隍庙拜拜。哦，哎，古少爷，你毋知啥物代志吼？不，哎，你无闲你个，好安尼哦，好。车卡神啊！甲阮大舅请下咧，大海。哎，晓啦，这个吼是阮表小妹啊，好咧，甲载回伊哦。
咱甲台湾的日本人对上啦。大汉，大汉，大汉，起来。多谢。免客气啦，田丁兄，你是咱台湾人的英雄呢。较早啊，我搁想讲，卡说会当识识你，遐毋知有偌好咧。我想要到讲哦，你甲阮表兄是偌贴的，啊，我搁会当甲恁斗相共，这是我的光荣啊。他安尼讲，也是你想过客气啦。哎，啊，恁那个，佮家工，排个遮命咧。哦，大汉，你讲下话头疼啦，伊只家工哦，啊，都因翁啦。你是等龙威哦？嘿啊，大汉，等你伤了好吼，咱来个斗三工的。恁一直巴肚枵啊吼，我去给恁传食的啦。关心你，啊，我是来看你的，无啦，啊，你是搞请安怎的啦？舅公，阿妈不是讲你袂用随便来我房间啦？我也无入你的房间啊，我是伫这门外口伫看你啊。啊，拄则你伫房间来甲谁讲话？啊，是啥物啦？无啊。无。我明明有听到啊！是毋是你外口有淡薄的？趁阮大姊无伫的时阵，你甲带转来，是无？无啦，舅公，你听唔着啊啦！我是甲这只鸡公咧讲话啦。你甲这只鸡公讲话，骗笑的！无啦，舅公。向妹唔敢骗你啦，我真正是咧甲这只鸡公讲话啦。这，小妹啊，啊你是半只要滚？不过，来啦，不过，来啦，拜托了，不过，来，哎呦！浸一下，别咸一滴吧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姑姑，姑姑，表兄，我传到人家蛋，你真正是。姑姑，我小弟他妹，那没事没事。姑姑，姑姑，啊，没事啦，放心啦。你讲这唔正搞啊，恁舅公啊？是啦，伊是阮阿妈的小弟啦。哈？啊！你做人的事大不输哪怪啊！我叫你苏州袂晓弄你啊！大，大，应该向妹啊真执着啊，免搁替伊惹麻烦啊。啊，这个袂堪要去啊！你当表兄，你已经将舅公拍昏去啊，嘛是落你甲天庭兄的行踪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啦？阿姐。咱来走，好吧？哎呦，天庭兄，你安尼敢会走的啦？无问题啦，是讲你爱去哦。等下恁舅公转来起起来，你一定袂安尼心情的，知无？这我知影啦，啊，不过外口拢是日本警察呢。熊妹啊，你放心啦，只要阮大人行哦，
阮会敢买一位啊？好啦，无我带恁往后尾走啦，吼。好行。加啦加。我开始。听啊！哎呦，哇，这个呀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熊妹呢？你要找小小小奶什么代志？熊妹啊！古少爷，这小小小奶房间，你袂用你来啦。春啊！啊！我赶紧找熊妹转来，去见去啊！新花啦！啊啊啊！姐啊，啊你哪会伫遮？奇怪嘿，啊坐阮家，我无伫遮，要伫倒？无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讲你去拜拜，哪会遐紧就转来？哦，啊你的意思，毋着叫我讲较晚转来咧，较有迄个时间，互你甲香梅哥哥甜着着。姐啊！你哪会讲这种话？我敢是这种人的哦。你若不是，你拄仔才叫阿春去找香妹创啥？啊？我跟你讲，咱做人吼爱较有站站的，人咧做天咧看。我知啦，姐，我跟你讲老实话，香妹有问题。你了后要讲啥？你的房间内有查甫人了？啊？你讲是真还是假？吼！林主啊，这是关系到恁强家民族问题呢。本下那家家这话面你乱讲呢，我若有骗你，我还要求死。是啊，我若有讲白贼吼，死遐放水流啦。打破上去，一个都不用落走，再嗨！即摆吼，咱一人死，退人死，我看咱该拼啦。要拼啥？我四周围拢是一面警察，山西情况阁袂歹，咱两个即摆搁伫受伤，咱受几条命来拼。安尼拼啦！好，先等下强家再讲，行。较顺些。阿娘，姑公，人呢？我问你人呢？阿妈，啊，房间内底就敢那我甲这只鸡公尔。阿姊啊，
人一定给伊藏起来啦。舅公，小妹，你真正是个天照大圣，才定定嫁入来，就要做一挂袂计袂晓代志。无啦，我无啦。无？阿妈，我真正无啦。阿姊啊，你唔通好骗去哦。啊，我拄则都明明听到伊伫房间甲人讲话咧，还阁有桌仔顶。哎呦！哎呦，桌仔顶的药啊，都……哦，你讲啥？我真拢听无啦。小妹，你来老实讲哦。阿姊啊，伊这边哪会讲老实话啦？你甲我点点啦！早我吼要找伊哩，你都爱七请八请，无过中道，无搭理阮家，你哪会透早的？你什么目的啊？哈？杨妹，你做你安心莫讲，一切由我做主。叶总啊，无，什么后面？杨妹，你做你放心莫讲，也唔过，你来讲老实话。人听伊，乌白讲对无？阿姊，你哪会遐了解我？我自细甲你饲大汉，我哪袂了解？你尻川几支毛，看现迄个啦？阿姊，我讲这拢实在话啊！哎呦，伊那乱来！阿姊，你拄仔只阿春伫咧讲，你躲伫香妹房间口，你若无想要对伊美高想，是安那躲伫个房间口？啊，你若无想要对伊乱来，啊，这伤痕是互什么人惹着伤的哈？阿姊啊，不是我咬的哦，不是你咬，真好，手伸出来。啊，伸出来，变过来，变过来。哎呦呀呀！啊，这是啥？这什么人咬的？哈？这掌啊，好棒，定着我家己咬的啦。乱讲！哎呦，这明明吼，就是洪教无偌久的嘛。哎呦，阿姊，点起来，你这死囡仔呢？长大迄个日子。你带日本警察，来要抓廖天丁，处前处后，呾威甲安尼伫咧监视，这若传出去，我的面子要挨倒。这条线我阿要甲你算咧，我唔是无警告你哦。啊，你既然敢，没有阿姐，阿姐啊，你阿姐，来见你见，见，阿姐，你敢出去？我无看到你。阿姐，出去。你是要我用棍来把你扣出去吗？阿姑，你就出去嘛，出去啦！阿娘，你死落来！我跟你讲哦，以后你若是搁再犯哦，你莫怪我无情，无要认你这个小弟哦。香妹啊，你这个死查某鬼啊，你跟我去，我若无跟你闹到爱爸叫母哦。我才做咩，互你徛？你啊徛喺门口上，再也唔敢出去。好啦。真正有影，家门的不灵，出着这款的孽子。阿娘，你莫阁想起啦，阿婆拍拍身体呢。杨妹，阿妈，大只神话伫咧讲，伊有听到讲，你伫咧房间内，甲人伫咧讲话，迄个人是啥物人？阿妈，我是咧甲这只鸡公讲话啦。嗯，啊，你平常时着点点，你会甲鸡讲话，你是骗笑的哦？明珠啊，什么骗笑？啊，你唔咧骂我？啊？阿娘，
我唔是咧骂你啦，我的意思是。好啦，袂晓讲话，莫讲话，点点啦。是。你起来。我要讲予你了解，我今仔日为你，毋是要挺身你，主要目的是爱顾着咱强家的门风，咱强家的查某人绝对袂用做对不住咱祖先的代志，咱若无，我就要予你徛猪人，等下海底来饲伊。阿娘，是我错啦，阿娘。快点，顾尽头。我有你要等下房间要去嘛，别生气啊啦吼。来，咱等下房间吼。厝顶啊，拢是日本警察，阮若是无查早，这个是反头的。喂，真歹势，佫偷偷倒来甲你作证安尼。哎呦，玲啊，天尼啊，你空是佫咧浪费啊啦。对，无要紧啦，小可代志。哎呦，袂用的啦，我看吼。啊，孙女佮发叫的。你别啦，啊。你是你去我房间，紧嘞，紧嘞，紧嘞。无啦无啦，有代志哦。哦，像奶奶讲，你叫你去家抓鱼。哦，安尼哦，我最近我着去啦，吼。啊，这我来就好啦，你紧去啦，若无吼，像奶奶会生气哦。哦，好啦。志远，你那搞什么搞回来啦？什么代志？看样紧张啊。阿婆，老镜头搁行起来啦。我先来帮你提啊！姐，嗯，你看你干嘛这？什么呀？我这用心三两搞叮当过不？我，我哪样？扎身躯啦，假使讲心肝头骨会疼时，要摕些药啊，减免刺激啊。阿娘，这款药啊，你都要常来扎身躯呢，知无？知啦。哎，志远啊，啊，你有去找迄个范大厅长，甲伊讲迄个亚马科技啦，啊，带一大阵的日本警察来围咱家，你伫咧干死啦？有啦，我有去找伊啦。啊，不过范大厅长哦，伊去台北开会。讲爱三天以后才回来呢。嗯，使真害，来掠什么廖天长？啊，创甲咱强家呢，歹势溜溜。唔知人掠做讲吼，咱甲廖天长是共党。厝的吴天长，偏偏日本人要来掠天长。不买，不买，还差半天。不买，加油！
出来，这人脚手袂歹，我来推。阿爹，阿爹，我拜托你了，我拜托你别上来谈恋爱啊，跟吴彪兄谈蜜姑了，我拜托你了，阿爹，我拜托你。杨妹，你起来，这个代志跟你一点么关系都无。天爹，你先别来讲话啦，你让我讲爽。阿爹，拢是我唔对啦，你还会怕我，你还会骂我，我拢袂怨叹，只要你莫伤害我们表兄咪姑甲天顶啊啦，拜托啦，阿爹，拜托啦，拜托，拜托啦，阿爹。表妹，是相公要害你，嗯？你就是大名鼎鼎廖天丁，无唔对，你是咪姑哦？哪啦？是咪狗公？恁真正伫我厝内底？我甲咪姑会来恁厝诶，杂做，实在是真歹势。但是这件代志，甲香梅一点仔关系都无，阮是家己一摆。无啦，阿爹，是我啦。香梅，无要紧，无代志。廖天丁，是我真钦佩的英雄，嘛是我真想要熟悉的人。我袂怪你啊，嗯？香梅啊，你是靠啥啦？无啦，我是欢喜啊。想袂到讲，真正会当甲你熟识，真是我的荣幸。唔通安尼讲，强子，迄是你无去啊？对啦，还袂请到你的大名。哦，我叫强志远啊，是为日本哦，后日是转来啦。强子，我是哦，杨梅表兄啦。啊，若安尼讲，我唔要叫你亲家。亲家，哎，苗，对啦，亲家，你头讲你是学医生的，但是我看你脚手袂歹呢。我去日本学医生的时阵，若有闲，我去学剑道、柔道、佮空手道，拢七段啦。啊，我去学这啊，拢趣味趣味啦。强子，你真是了不起啊！好啦。你先来，先进，哎，先进，我看来，我看来。你这是正常呢？无紧啦，这代志吼，定定拄着，过两工就好啊。安尼袂使啦，你的伤口已经布人嘞，如果流血，若无我赶紧医治哦，会有性命危险嘞。哎呀，亲家呀，你是医生，莫靠一支嘴好无啊？看啥物做，你咪紧讲。你哥啊，你真哩无礼貌啦。阿婆。恁两个扶六上吊来，啊！来，起来。来了。大爷。六上，开屋口一下，加上倒一下。杨梅啊，加上照顾一下，我注意一下水来。哎，亲家。啊，你是要倒？就是讲。要报警领奖金嘛吼？放心啦，我是等房间提药啊，甲医疗工具啊。干嘛呢？当然真实的啊。咪姑啊，对啊，强先生啊，不是小人啦，唔当安尼啦。我知啦。啊，阿婆，香梅带你去啦。阿婆好啦，你倒来，嗯。阿兄妹啊，你去徛呀，进去呀，去呀，卖安尼呀，调调嘞，哈。咪姑啊，大爷，你安尼啊，对人这么无礼貌。嗯，小心嘛，无私本嘛，敌人敌面不敌心嘛，亲家敢那咧亲家嘞，会害咱的哦，拢把咱身躯边上亲的人。Thank you.
嘛。哎，志远，你头先是走去对阿去啦？那怎么才转来？志远，啊，志远，你看我嘛？你看我今天新的困衫有水吧？哈？嗯，真好看。你连看拢无看，那知影我这身好看无好看呀？明珠啊！你人穿得哪水哦，安怎穿哦，拢好看。假是？嗯。志远，哎、你是要去倒位啦？这么暗嘛，你搁歹睏哦。明珠啊，安娜这个老镜头，敢若搁较严重啊。啊，明珠。好个，明珠，你睏，安娜阿伯哦，我来烦恼就好，嗯？嗯。去睏啊。感谢你，明。嗯。六三，较乌龟些，即阵教落，啊！你双手，我要甲你拔起。什么创啥？我要手术，提出你请旨啊！咩啦？对安尼来？真假啊？阮大吼调情几下届，伊拢家己安尼学。好啊，阿婆，你家己慢些。情况。像袂同款，遐尼扯，遐尼搞走。刘三，还佫一个，佮你慢些。